department says Maria Flores, a native of Uvalde, was last seen near the town of Newt. Her vehicle was recently discovered abandoned, with officials reporting no signs of foul play. 你那我一次跟两个安安，你就跟哈吉安安啊，还是在我的台甲？这个人是不是欠我变？还是我这边跟哈吉一起变他？欸，真的假的？后面人玩这只哦。居然没人玩开锁妹，看来底下多了一只黑的，多了一只胖的。Goddamn kids！ 哇哦，哇，秒草！我看能不能就是干扰他们开门，你要不要赶快下来开扁？我没办法开扁啊，我是 cook。啊，你是 cook， 没办法开扁是不是 ？cook， 我只能开锁。这个石头骑士跑来我那边说哪有安安？没，还是我给他600冷静一下。开个玩笑啦。刚好被他插到了，我刚刚电锯过热啊，这边有柜子。那个朱莉大惨，他应该要点血量，不然他啊没有啦，因为我侦察兵，所以他没有锯死他。哦，也有可能，因为我侦察兵还是一等，伤害很低。那如果大锯下去再补一锯，他怎么没死？哦，一等侦察兵好痛苦哦，伤害好低哦。我割到一个，割到一个。有，我看到。柜子都被锯的差不多了，好消息。嗯，大家他们都蛮安静的。意外的蛮安静的。小黑也大惨哦，他们每次都大惨。中间那个门开了，应该有人从那边上去。掉到一个，掉到一个。哦，刚好面对面，转角遇到爱。打到你喽，小黑。打到你喽，小朋友。还敢被我听到？这个人怎么迫不及待来找我啊？哎，外面给你拿，后面给你拿。阳光房这边，阳光房外面这个草，我把它敲出来，把它敲出来，你等我，上来吧。我上来，我上来。好，敲出，把它敲出来，把它敲出来。有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看到，看到。啊，爬楼梯，他爬楼梯，那算了，那算了，没事没事。他跳楼梯呢？那你们现在下楼梯去取他。欸，不对，楼梯还没解，你先把他打下来。欸，他往上爬欸。嗯，对对，他没办法解那个门啊，所以你可以把他往下打。哦，他好像爬上来了。他又爬上来，没办法，算了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。有一个在解智障门。好，你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，我没办法，我出一个 Ana。他跳井，他跳井，没聚到，我错。反正我这边就锁电子啊，加那个电池门这两边，那你看要不要固定？OK OK， 我看一下，刚刚朱莉在点这个智障门后门那边。依恋在这，依恋在这，依恋拿了一个东西，我看能不能过去帮你点。他拿了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他拿了什么。他拿了那个，你帮我听一下他的位置。听到，听到，听到。有看到啊？
再进，再知道门啊！哦，剁到了，是你吗？哦，抓到你喽 ，Leon！ 是你吗？还得是你哎！那肯定是我啊，我皮脸老熟啦。有没有，我这个配合，可能我感觉到那个配合了。有哦，我在点名哦，点名哦，被我听到都得死。哈哈哈哈哈！第二位喽，我跟你讲，即使在伊藤侦察兵，还是可以扁人，扁得很开心哎。现在是 Cook 点名时间。哎，是让门锁掉一个、哦，你可以去帮我。对，是让门锁有掉一个。刚刚朱莉有解一个后门那边。那他现在是解掉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他现在还没解掉。好。那你看要不要多选一点这边？反正我就顾好电闸这边就好。目前没听到什么东西。嗯，那拉那个电竞真的好吵哦，真的。因为那边也看到人啊，这道门这。哎、欸，有一只在远方那个过去了。好吧，那是皮卡，拍手看错。哦，我想说这边，这边应该没有。你就看车电池那边吧，还有电闸跟水阀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在阿公房那边，阿公房那边。不是阿公房，阿公旁边。他会不会？他会不会跳井？他要跳井，他要跳井下去。哎，朱莉这边哦，我抓到你喽，安娜！跳井这个被我宰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去处理这个朱莉，我追他一下。好，你尽量追，你看吗？让我斩他。今天把他逼到跳井。他的声音位置在哪？你跟我讲。这边有发电机，我听不到。哦，对哦，那边听不到。但他解完这个门。哇，这真的是直接把他锯烂哎，每个都剁成白痴哎。没看到，哎、欸、啊、欸！被皮卡杀掉了，可恶！皮卡收掉了啊！可恶，我没有抓到最后一只，八点零就四杀了。哎、欸，他没有想要浪的意思。哇！哦，没办法，我没听到他啦，你杀不到合理。从他身上感觉不到家庭的关怀。对，我没有点名到他，给他跑掉了。还行啦，三杀。可以啦，我猛的，我这把大巨屌到飞起。